盘点人类迷惑行为，我打得很准，坐在这里休息一下。我就喜欢挑战高难度，最喜欢跳绳了。野外骑车追求的就是速度，地上好多的鸡手，何必要搬你歪，我来表演个道理。房顶的雪我来铲，我到家了，让我来给大家弹奏一下。来看镜头，看我新买的手机，试试刹车怎么样。这是我本的愿，我也好想玩玩这个推二游戏。车掉漆了没关系，拿笔涂涂就行，总算拔出来了。这水一点也不深，我来试试不一样的玩法。我能踢中，快接住这个飞盘。刚学会滑雪还不太熟练，看我新学的动作，